次次咧咁啱我就系放低女女翻学，跟住我摄中间个时间嚟做 treatment 嘅，所以我觉得嗰个时间对我嚟讲咧，系一个唞嘅一个时间，或者一个叹嘅时间，或者一个可以扮靓嘅时间。所以咧 ，Renix 做 treatment 系对我嚟讲好紧要嘅。再加上我嗰个治疗师啦 ，Agnes 啦，因为佢就可以同我即系、就是、monitor 我啲皮肤嘅状态啊，又可以倾下偈啊，咁又可以知道关于啲健康嘅飲食嘅事情啊，因为佢系好着重身体嘅，所以佢系好多 tips 嘅。咁而嘉欣佢本身做嘢都會好忙啦，成日拍劇，同埋咧好多時咧佢要一飛咧就可能會好幾個月，同埋佢工作嘅地方都會比較乾燥嘅，都會係 remind 翻佢咧一定要帶翻多啲嘅一啲保濕嘅精華素啊，一啲嘅護膚品拎埋過去用噶。咁其實有陣時我都會覺得自己好長氣、好沉氣，會煩到佢噶。Alex 非常之好，因為除咗佢係我專業皮膚嘅治療師啦，仲有個皮膚嘅專家啦，佢亦都成為我一個好好嘅朋友。我可以好放心将我自己的皮肤咧，将我块面咧交俾佢嘅。佢真系好清楚我皮肤嘅状态啦。咁一直以嚟佢都喺度monitor 紧，关心紧我皮肤个唔同嘅变化，再帮我度身订做一个适合我嘅 treatment 嘅。